我说一觉醒来哪儿都找不见他，原来灭霸在办公室后面，还挺会享受的。仔细一看，这个灭霸长得还挺帅，眉清目秀的。你敢再近一点吗？别说话。现在几点了？谁到扣钱？啊！我没有钱，我不办健身卡，也不做理财借贷。你是不是丢了什么东西啊？我丢脸了，你捡到了吗？许怡人，25岁，在方圆设计工作。还要我继续说下去吗？是这样的，我捡到你钱包了，里面有你证件，还有银行卡，所以才联系你的。是啊，我丢了一个钱包。那。见一面。